11月28号，一段李彦俊作为飞行嘉宾参加《野生厨房2》的露头视频在网上曝光。视频中，李彦俊一身全黑套装，干练帅气，化身骑摩托车的机车少年出现在现场，造型炫酷十足。一旁的工作人员们也认真地投入到拍摄中。据悉，去年林彦俊刚刚从某选秀节目出道，就加盟了第一季的《野生厨房》，担任常驻嘉宾，忙过来新闻，小菊又帅了，期待他的表现哟。我等。